青菜费一条来讲，怎么？来三片两百块拢外吼。好，谢谢。对啊。来，好，猪排来个放花碗来。来要吃我们家黑胡椒猪排的来，一人一份，来一点芒刺，三两条，你多吃就怕红。这个菜行情，来四点，来五点，来六点，七点，来八点，三八片，来两百块，九点的来黑胡椒，带骨猪排非常好吃，两百块。 就这个钱，去大仓，他也是这个。这两个请你，拢用高价十条，伊来两百块，一个月都黑龙江包装，还要买块。有人要煎猪排无？两百块，今仔日我来摆。哦，马弟，以后就确定就知影，互你买摆买袂到。哎，中秋过后来，过完嘞。下个月八月份。来红龙玉米罐来，有搞恁物件也抢。 哎，是三回。来，你凊彩摕块物件也去。玉米罐。罐咩啦？罐咩？罐咩啦？哇，一个人有品，有品哦，有挂我的物件哦，蛋钱，无挂我的物件蛋呢，你拢赶快蛋。但是一种是蛋钱，一种是蛋呢。来，你可以等一下，免变啊，更免成差额，来七八块。直播主叫什么名字？来，有哪位的东西的赶快打。来，阿姨妹哦。 你收衫啊？要创啊？为的？我这阵两个人客尔，你收衫的，啊，三位买物件，无买物件，你有搞收钱哦？有买，啊，买去。无买物件，唔通收钱呢？大哥有第一个拿的呢。啊，有买东西的才要收钱，你是听无的？无买物件。来，来，多来。你有带有买的人客，你多大家收钱？你是讲无咧听我讲话呀？你下班啊，伊啊。好啊。来，这三百，阿姨来六十块我来。 这几罐都五十几块了。我买新鲜，冻得臭。哈哈，你买没完？你试试，好笑。来，牛二两，哎，吃小腿呢，靠，这就是明天啊，加油下。你一包两百块呢，两包四百，那我们吃，我们吃不？你们吃吧，来三百块完了，牛二两烤鸡翅，来三八，三八，青菜锅用这个烤的非常好吃，三八块。 老许，我们邀请个两位来，九姐妹来三百块，牛二两烤鸡翅来三百，来三百，来两包三百。哎，两包两斤重的，我这是一斤重的呢。三百块够上的，刚才啊，这两三四个人给了，给你试吃。保证我这后端啊，保证三片啊，那没三百，你要来两百块完了，两百块来，牛二两烤鸡翅，两百块来九姐妹，哇，不许来哦。 一斤，这个我讲啊，你给注意啊，贵点，给其他贵点来，懂吗啊？啊，如意啊，对对，嗯。啊，黑金牛心存两千三百两百，黑金牛心八块，啊，纯金两千七千八，两千八百块，对不对？一百五，怎样？全全全全七千，七百块，来七百块来，对不对？黑金牛心。没有爆浆哦。八块。 不能把这生命啊，不能怎样，都没年轻人。两盒一百要考虑哦，最底价又有一百。要给我来罗鱼五百块来，几多倍都。来三百吃罗鱼啊，五百，来两百，来三百五百，来四百五百，一个人给你五百块。还一百了。这个量。五百块。 差不多了，五百块，差不多了，五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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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
千块了，来回给红包了哦，来罗宇去逛下北边，来滚罗宇玩啊，来一千块来，要吃罗宇，每个人换两百啦，一千块来啦，要吃鱼还是钱来的，一千块啦，有什么在对啊？千楼，不要吃话，来叫黄宇上上场，来三个人都，我多喝三杯黄宇。来一千块，来压线的九点班来，压线的九班来，我拿几块而已。来一千块，一千块，阿哥的科鲁哦。啊，你搁在查哦，我已经上几块了呢。来，两杯九班哦，你来。
来一千块招一个人家再来一千块，啊是这可鲁哪位啊？各位亲爱的人家啊，家庭姊妹啊，来一千块得，一千块，啊不要想啊。马进，阿姨买灯，买灯，买灯。来一千块，来三个人这边。来一千块。来一千块。了事啊！今仔上班的了事啊！上班安尼袂哦。来三个人计了，来一千块。一千块，招一个人下金钱，还袂出来，还袂出来，还袂出来哦。一千块，有人要吃一半无？一千块，奇怪，真的没有人要理我。大哥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，再来，快点。他不敢看我了，怎么办？你赚到啊，紧赚钱，来一千，两个人加倒落，两个客人出价。来，一千，快点来，拍一千呢。挂起挂。来一千了。还有没有值班啊？今天还有值班。一千块。有啊。紧赚钱哦。来一千块。一千块，两个人加的。快点。五万掉，五万。绩效完。哎，了解真快嘿！一对鱼仔卖你一千块，两个人计量，无就无啊，谢谢。来一千块啦！本来三杯酒办七百八块哩啦，来一千块，就七杯啦。啊，三杯落去，恁老师包的外料。来两只下班多少钱？两个人给的，并且说，来一千块，两个人给的，一千块来，赶快交钱啊！还在扣人，跟你捆，收来啊！谢谢，一千块，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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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哪位啊？这千块要多少啊？两千块都要过一半，哎，九班只能三十五六家呢，六出十班呢，来交钱，两个人给一千块，够黄鱼，帅哥你要不要？够，够了吗？谢谢。你上鱼都空鱼呀？够上鱼够起的呢。来，我蛋个蛋个蛋出来啊！老师在蛋啥话嘞？花钱花，是蛋啥话嘞？我是没想要再对啊！你当做真正以后要上鱼。要不要上来了？听以后哥安尼吼，我有买点钱啊。以后哥安尼打不及格。靠不过来过。我神来之手啊！当掉当掉。听好，听好。你哪下一样的？可以啊，单上可以啊，明峰，你下次要留 OK。不要钱的酒吧，做黄鱼，要求要钱的啥的。他看到啊，你更不是哪需要钱？这样子我冰箱先冰冻，冰冻干啥货？冰冻啊，我啥都该杀了。没人反对，你搞提出来冲哪位啦？不会啊，不当啊。不会来啊，呀，啊，杀杀你啦！没人反对啦，这底薪呐。一包五粒啦，我实在无想要载物件对，你敢知影？我今后抓一万五，还要再回头。来一包五粒哦，煮麻油，那不要讲煮麻油，哦，等于啊炖冬瓜嘛，会使切片就好吃啊。好嘞，摆上来给你吃。麻油猪心超好吃的，一人一包五颗哦，五百块完的。麻油猪心五百。出三包两三百只，五百，一边阿样，两阿样。今麦比赛，来五百。时间上，手机啊，你无啦，拢我咧开较济啦。一包五百，一包四啊五。麻油猪心三百只，这车哦，你们麻油猪心要改煮哦。来四百了，来这样一包五粒，后腰后壮要改一只啊。这样一包四百，来三百了，五粒，后腰五粒，今天三百五。三包俩，这两块我要登住台，两包人。200块，五颗200块，麻油猪心一颗猪心40块。啊，你看我，第三个干秀的。对呀，这白住哎。两包哇哦，麻油猪心。不来了，哇，出去三包俩，必要不需要。需要。来回几万个客家人。来啦，给其他个，给其他有个老婆。阿伯。好。好，你讲。阿伯啦。阿伯哦。阿伯来，给其他老婆。另外，苏乐乐姐是丁明哥吧？是啊。好好好。你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来，我这个卖掉了哦，最好能包。
不然我没有回去啊，这样子来，你发过来，发出来，没有卖完，两百块，来，七包个产品，两块两包，好，两块两块，这样给两包等于钱，等于钱，等于钱，来，七包，好，这样七包来，一百块发出来，完结了，七包好了，大家收好回来，就发几百块。来，别讲二阶四人输了，二阶四来，没我发一百来，三发六，三百块来，中国阿妈二阶四啊。一公斤，安尼一公斤，就几啊五啊，两包就五百啊，两包我拖花落啊，免五百，来三百了，三百块来，这两包成个老人啊，来输了二姐是这边香哦，来三百过来，谢谢啦，三百，讲到尾了啊，好谢谢，这二姐是不便宜的，你起来单差我要多赚呢，来竖琴灯来杯五百块子。等竖琴登这边，哎呀，花钱不应该搞破的。这个江宇，来不讲竖琴登嘞？来等包我吧。等包我吧，等包我吧，一包一公斤，等包我吧弄了，来给店面让你看见，贵弄了，等下弄几斤？来等包四包，来三包，放在竖琴登，来三百块，抓一三个到位啊，让你变三百。这样给两包，我晓得，来两包过来。两百块，两包肉来捞两包了，来最后一个人给素琴灯，两包过来，最后一位喽，来素琴灯两包过来，乖这边哦，来两包肉，来，我来管，我要一包两包，两包个两包，来，哦，黑金墨一碗，墨一碗上面下来，黑金过碗，来两包过来，趁你回团嘞，趁没有你烤肉嘞，来这样一包两包，这个是死人嘞。我不爱老啊，真正不爱老啊！而且一斤百八块，而且拢金娃娃，来两百块都上，两个人加吃猪腾肉，来七百块来，做一公碗没有了，来一百块，黑金公碗，一百块，高手哦，趁两百块来买袂到，我买一百块都可以哦。哎呦，迄个人都搞花钱起来钓鱼啊！来七百块碗哦，碗，来谢谢，来知心女百三百下，来两百块来。餐厅的营养，就是爱心的行动。阿辉也一分，阿辉也要求，阿辉也总给客啦。啊，总包，总包客，总包客。总给客啦，不不包你那个，这无啊，这也无啊。阿辉也关心啦，包包我，送我这一千元啊，阿辉啊，谢谢。来，阿辉也讲，再一个，来啦，来杯酱牛蛙凉鸡腿来，三百块的。小许就包一份哈，一起赚了，都给你了。鸡啊，八鸡啊，七鸡啊，五鸡啊，六鸡啊，七鸡啊，八鸡唔免三百啊，我发全部啊俾你，只要我带两包咯，牛蛙凉鸡腿嘛，两百块，时间冇差，先鸡个三包，到了三鸡个包，先先攞只，来两包咯，牛蛙凉鸡腿来，来交钱啦，给牛蛙凉鸡腿来，来谢谢帅哥，最后三位咯，最后三个人给牛蛙凉鸡腿来，做两杯先吧。来两百块两，用二两个鸡腿排，不应该比较轻的，你看怎样？来四斤，来五斤，来六斤，来九斤，八斤，还有没有？来九斤，来十斤，你用这个用它在弄个吃。来两百块，用二两鸡腿排。来，这真的，这行的都多起来。来，前面小姐要来三斤，你来四斤、五斤、来六斤、七斤。来八斤、九斤、来十斤，你来最后一位喽，用二两鸡腿排没有了。不可能输出两百，你们不要再等了。来，能发过来三斤，来四斤，好好，你不完。来六斤，来八斤，先别考虑啦，到斤来十斤而已，多好。来，能发过来这样，先正常行来得。不三节烧来干，反正发过最好节了，给三节烧鸡腿排。多进来哦。最出名的日本料理店的三节烧，来能发过，赶快三斤，赶快四斤。来五斤，来六斤，来七斤，来八斤，赶快去八遍，来三八，来两八包，三茄烧鸡的，这不是辣的，这北香，等八包上位，最后几位，赶快找第二位，别进来进来，来两八包，三茄烧鸡的，最后一位了，两百块，谁要？哎，这个好吃呢，十只三百就很便宜了，来两百块，再喝一个。给地板，给地板，给地板，哎，十块是九二两，而且三节烧不敢靠边啦。阿妈春秋娘来两百块，米特万块，米特万块啦，哎，春秋啊，你不但不是客，更加要中安位啦。来几块有人？春秋娘啊，哇，好钱啊！
你面枪甲落落去，要咩啊？反正你姐都剩伊个啊。来，鸡块买500块来，红龙鸡块哦。正红龙的哦，这两支袂走袂赢哦。来500块来，你要红龙鸡块吗？来500块来。不管谁，拢我发了，包就包过来。来三个人给买。公斤的话，这个时阵就是要了钱袂赢啦。这两包500块，两公斤的很便宜呢。500块，够不？够哪只？你今天都没提起来啊？我今天都没提红龙鸡块出来的啊？无啊，怪怪，这叫惭愧吗？对啊。今天卖 open 奖的。哦，今天拢卖 open 奖的，你看。来，人给你得啊。你个平安公平。谁？三，你得，我要卖三。那个。那个有欠卖你更加价，欠卖你更加价。再多一百好不好？我再多一包给你。好，哎，还得两包。一号我不让你买了，哎，600。来一包给我。我今天300、600你不得买啊？一包哦，介讲排骨的，我实在无想要搁花了，欠嘛。欠嘛。一包多少钱？3包500，不是哦，600哦，来个30包，二结束，一结。来600包，最后两个人，2包就500，3包600，再30包二件事，来600块。要求这红龙鸡块3公斤的，不是2公斤的，3公斤的，来600块，一包嘛上面，来600包，我你哦你来啊，你听什么叫红龙鸡块？最后一位，600块，好啊，真的啦，这2包就不值得了，这2包就不值得了，来个1包个上，来600。我拿出结账给，跟上去包，二结束，来600块，来大哥来，谢谢，我要先多一点，邀请大家来我这里，来一道500块来，两个人给买汤，我要求啊，你搞上一道水，我一道我要求我，来300块起哦，来500块两点，来3点，来4点，来5点，你来500都一道。输一注没有喽，再买一个哦。两个客人买得到而已，输一注。来500块来，来3点，来7点，来5点，来500块，再买5点，再买5点，来500，今天700做好利呢。来，你两个变成，没有了，来500块来，再买一个，一个人6片。都卖完了。有了，有了。都还有吗？来一个人4片哦。都卖完，都卖完。一人三个人给，免500400，来300嘞。走吧。一袋剩75块，不到80块，来一袋300块，哇，你不要讲一袋嘞，你要一份吗？真的来一片不到80，没有吃的不可能那么便宜，一片都100多块了，来300块，最好买两个，三个都被一袋了，进来来，300块，多起也多起，来300弄完啊，来一袋哦，来感谢你们，来铁路猪排够五了，这个时阵啊，都有铁路猪排来200块来，来200块来两袋。来3点，来4点，有铁路猪排，谁要吃铁路猪排的？来我，来6点，有你，来7点，有你，时间无早，要来休息啦。来8点，有你，来9点，有你，老师考9点卖3人呢，我卖200呢。来10点，你，来200，我铁路猪排叫几个人去吃？铁路猪排来弄完啊！好，谢谢。Hello， 那个不要摸，干嘛呢？弄完我还你，我准备去冲啊！我的，来鸡米花2包，500块来，劲辣鸡米花，2包2公斤多了，来500块来。以后你看不到这个产品了，这个超贵的，来2包500，2包400块卖一卖了。劲辣鸡米花，7、8，上面价来3、8，旁旁的来，老子的2公斤我卖你300块呢。鸡米花来3包，最后一个人给。要死我，这多香！我给你2包300块多卢。来阿爸还2包，过来，来两个人加买咯，好啊。一斤200啦，一斤3斤，来2包咯。来最后一位了，阿爸还超好吃的。来最后一位，阿爸还2包拢卖掉吼。好，谢谢啊，你给我买3包，回去啊，我回去。来回去啊，买起来200块，我感觉卡了唔对啊，来两个人，来200块来回去啊，好啊。别玩了。
阿三个人家啦，咱是讲唔对，来两包过来。你也知影话遮久啊，出错啊来。啊好啦，两个买落啦。来两包好啦，交了。好嘞，交了，开门。对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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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不拉钱。来两百块啦，今朝要变后面，来最后坐六坐飞机啦。刚才才换单，一斤就百七百块，才别才两斤超过啊，来两百块。最后一位发出来，来姐姐你要吗？先生季节都发出来，两百块，谢谢。来红龙牛肉汤500块，你想要一直巡回华北？卖白菜肉啊啦，卖白鸡啊。白菜肉无轮过啊，系啊，无轮过啊，对，无轮过轮白菜肉。红龙牛肉汤唔免怪呐，那什么叫红龙啊？有啊。来白菜肉一包，你要龙一公斤哦，来两包500，两包。我先得，你做阿叔，这气味都改良好啦。两包400，来300过来。白菜肉300肉，一个人拿两包白菜肉，这好东西耶。一样无得，要要呀，咱多变三百，变一样无。大家呀，你这边喜欢来200块来，200块来啦，老师啊，这叫好东西呢。加热就好了。来200块，白菜肉。配好两个人给弄弄配了啊，好谢谢。好嘞，二零公文阿婆，大家拢安看着。我加入八道腰。你拢八道腰没？来个有啥物鱼啊鱼啊无？鱼啊鱼。大人要吃鸡腿排，柠檬的，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来，给这些鬼放慢。来，一盒100，三盒300。鸡腿酥来。小沙子，我们来讲话。170。来300，来200的。沙爹啊。200块了。三盒200块。做人要吃牛腿啊，是不是？非常好，不更难啊，很快要开始。来两百块来，双叶蟹脚盘来，来三盒300不用了，来200块来。三七十，后面了，75一盒三百，两百，像两百。来墨鱼贡丸200，黑心贡丸200块，多加增加一支哦。来200块，200，两个人给两呢，百块这样可以换等于住，来100块。有大虾有。加起来有。来100块，最后一个黑心贡丸，一百块，借了300啦。我现在特价卖了，等我。猪腿贡丸，猪腿的就来一百块，最后钱。墨鱼贡丸，黑心贡丸，来100块，来黑鸭丸，就你三盒不啦哈？来一盒300，我讲油豆，你三个人给我。这一块要1500了，850个，来250。250。三个客人要多了。还得都提供一下，来，你要不要两个人给你？盒装虾不可能250啊，现在一盒都300多块了。来，你要不？谢谢。还得弄不了，懂吗？来，新奇大哥，你也要捞的哈，来，这两个捞的，来柠檬鸡腿，最后一位来200块，200块，柠檬鸡腿排，一般是6只200，7只给你，8只给你，要说了，这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10只200块，一个客人买下了，来了八块，没有骨了，都腌制好了，哦，先你先烤一烤，非常，来了八红柠檬鸡腿排，好啊，好啦，这还有，还有人喜欢柠檬鸡腿排吗？有吗？有啊，再拿起来，我随时我拎包给你，起出来啊，来柠檬鸡腿排上不给你，八块，你到没？到啊，哦，哎，柠檬鸡腿排谁要的？几多？4、5、6、7、8，18，都给你了。都给你了。600，全部都给你了。是啊，不吃一只啊。不吃一只哦。啊，不，4只，来300过来，300块，拭目以待，这没有吃哦。来，最后一只300，要掉呀。1、2、3、4只，300块。这没吃，一多一只800块，我4只卖300，不两秒。好，来，先这样，有再一个老公啊。一道一头起来，柠檬鸡腿排200块，谁要的？两块柠檬鸡腿排，我给他双人蟹的吧。哎，柠檬鸡腿排不要那么矮啊！哎，谢谢，好，还给你，还给你。双人蟹小盘，来，双人蟹小盘来，一样3盒300，不用了，特价的哦，三个客人而已，一样我来200块，我来。三块啊，两百，来最后两个人给，来200块了。双叶蟹小盘，谢谢。
这握寿司，这拎板猪跟猪满都可以来。来，慢慢，谢谢。最后两位喽，来200块来，来最后一位喽，来3000啊，200块，中午啊，来谢谢。来黑胡椒带骨猪排，有人喜欢吃吗？来200块给我，黑胡椒猪排，一点就四兆啊，足够的。三条，你四条，你5000200。时间差不多，来6000200。好，来7000200，来8000200，来9000200，来10000，来200块，叫几个人给他结吗？很香哦，我们的黑胡椒猪排不是简单的家伙哦，真正做好滴啊！来200块呢，乖，你买一份嘛。对，煎下边烤肉拢会当用火烫，来6000，来8000、9000，来10000，你黑胡椒猪排200块而已，200块。够上无买着啊？200拢买着未？黑胡椒猪排，谢谢你们。你看拢买些好吃的物件，你拢袂用买。牛奥良鸡腿哦，牛奥良鸡腿，哎呦，你哪有这摆啊？鸡排、地排，我加鸡排、猪排专卖店，你拢唔知啊？一句话，这一杯粥都大杯都吃了，哪杯起来才300块？牛奥良鸡腿，有人要吃吗？都大杯都吃个，七三包有没有？天天楼下来三八，上面讲牛奥良鸡腿，全熟的牛奥良鸡腿300块，很有力。300块，牛二两鸡腿，来谢谢你们，来啊你们还需要什么？鱼啊，都鱼啊，我无鱼啊，我都鱼啊。九班哦，好哦，九班你干啥要买？鸡的不要上来好不好？鸡的不要再上来。鸡不要上来。别啊，今天鬼让抢毛鸡给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要秀。来，不假野生的，交给值班的来。还有老，一只300-400块。听最后一道鱼啊，来1000块给我啦！好啦，要听好你啦，三尾鱼、四尾鱼，来招前面，来1000块，来五尾鱼，来1000块，这五尾有人要出吧？800、800、700、600，来500块前面啦。9分，一个客人吃掉了9分，500块，500块的9分。好啦，谢谢，那我要休息了。九班，你不要叫我买那份啊！讲完哦，一份9分3400，我卖你5500。好来，啊你那份十分钟，我豆豆收啊。来，搁开杠姐，搁开杠姐，啊你买啥搞啊讲得？哦，我不要拍卖了，哦累了，你要什么用讲的就好了。来，可以靠近来问没关系。你拿进来问 OK 的。来，阿爸王哥，你可以把它卷进来了。来，春三天三八上位。250，来200块，一个客人买掉了，三口哦。对啊。来200块，小姐你要吗？这回去这是熟的，你回去怎么煮都好吃。阿爸王200下了。我蛮爱四神汤的。对。来。2包2斤重哦。400。还要什么？我不吃其他东西。回头啊，四神汤的。对，我啦，直接当一场。记得是春两锅牛肉鱼啊。对啊，我会再加点米酒。春牛肉鱼，一碗怎样？还有有多包？两几包？我记得我吃完了呢，吃一碗半碗，啊阿爸碗安尼两，阿爸碗2斤300块，安尼一包一斤，2包2斤，每300200块完了。喜欢。谁家的喜欢？阿爸碗200。好，有请阿爸碗，哎，帅哥，你好。对，你的叫我来。来，阿爸玩过来，没叫我。不是这样子的吗？小姐还喜欢？你的 cos 也不是这样子的吗？鸡腿酥1包200。鸡腿酥。那你可以去买。鸡腿酥。哎，牛二两，吃小腿。腌好了，非常好吃。1包150，2包250就好了。气炸锅成真的出方多这样。牛二两烤鱼。你不用疑惑我啊，风景在看破了了啊，不然来200块来
这一包不是四包哦，这一包是冰冻的哦，来两包哦。给你大家买一包试试看看，来一百块元，烤肉也可以，你买过来。给钱啦，给水啦，给啦。我笑。哦，来，阿哥呐。来。这是大牌子哦。包我爸过来订。鸡米花，劲辣鸡米花。他没有力气。耍囡仔，耍囡仔一下就是这，这香哦。公斤的那这白香都不好吃啊。来，一人两包，我爸过来。两公斤，450，所以说呢，鸡米花很贵哦，它没有骨头的，两包都给你，每口800-700，来三包的。他不要这种鸡米花，你要两包，300块都有了哦，劲辣鸡米花。来，谢谢，真的没有那么便宜，拿一包超过一公斤的呢。兵哥说他要鸡米花，这里还有一箱吗？有，兵哥我留一箱给你。来三包，最后一箱。最后一箱，对，2300。好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见。来，要吃一包啦 ，OK 啦。还有没有？啊，来三百，有人无要吃一包，来三百过来。好 ，OK。哎，真的啦，两包300，超便宜的。哇，都有人要吃一包的无？我了解是准啊，一包200公，两包变300公，我会使买一包啦。对啊，你边个咧？慢，你边两包，我哥你边。来七价哦，下次是2包一起卖哦，剩下3包了，来一包150就好了。来，金辣鸡米花来，1包8，我赶紧买，赶紧，我哩七价了。好乖一点，爱2包多一倍，我不会没那没有了，没有。乖，你买不？大红红，超过1包，超过10公斤，懂吗？来。我唔知道你为啥玩价。来回机电200块来，手工的一条八十，三条，飞机也是200块来，就这位来回机电，超大条的，四条，加成5条，弄我零200块，回机电一个月都，这个手工的不可能那么便宜的，来谢谢，来还喜欢什么？来可乐，来30块的。你弄到我的筋啊！来20可乐，我啉看蛮有派无？我再啉一嘴15了。哇！来，里脊猪排烟烧的哦。什么低热量？够胖的。没味道。真正有够胖的，比你家己生的胖要100倍。三地九十加五地，好像一半。来加6地。来吃7地，到遐大地，来8地，来300，还有200块的，200块来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到吐司，到面包，来10地我哩，来叫姐妹来，再送，200块来，再送哦，10天买10送1，11再送1，来12片给你，200块的，里脊猪排，哦，我这边不搞啊，我给我哩七只啊。来7、8块啊，我们七只。好，走了哈，谢谢啦。好吃的，我今天打打的呀，差不多呀。你头望，你头望，今天加全内拢泥巴包啊。OK， 这个物件你拢会下。我有留一箱3角啊，你有？牛肉汤哦，啥物食牛肉汤的？红龙的。来一个要300块的，3包而已啦，红红牛肉汤。包便宜耶。3包啦。我等下。4包，我拿7包等下去啊。交给你。7包弄而已，来3包，一个要的。哎，这个牛肉呢，不是汤而已。总给客5包而已，来3包，一个要的。很好吃，有吃牛肉，很好吃。陆嘉一的第二。5包呢，加面下去就是牛肉面了。好，谢谢。做点咩事？是，你做咩？听我唱歌讲，我唱歌你听无？你两百，你两无咩唱单？来，好了哈。你要唱多少？来聊天10分钟，聊天。好啦，没有了啦，你们要什么就直接讲喽。大哥喜欢什么？我突然没有了。
花枝丸，我应该要有吗？这个时间还有花枝丸吗？他就哭了，太晚了啦。来，莫一共完能吧？那早点来啦，这个花枝丸的啦，这不便宜哦。来，大伙，伯伯啊，修修了了，来，七八过来，莫一共完，一斤180，再给我挖点能吧？七八过来，大伯伯啊，伯伯伯伯，我吃没呀？谢谢啦。黑啦，白猫不吃，吃黑猫。那不吃鬼屁没呀？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对阿辉啊，这两家黑心流心六百不？这两家两部啊。这行啊，含白做来做安尼哦。嘿，一讲完，一就是讲完啦。讲完啊。不爱卖想想这，一就是讲完。把咱那在做，一讲完，收起来。好啦，谢谢你们啦，那我就拿书啦，书拿书啦，别拿书啦，别别书啦。光鸡腿书你要不要？好来，谢谢。你上次礼拜六才会来哦，感谢各位。五峰鸡腿酥要不要？